我叫老沙，是一个经常收到差评的外卖员。不是因为我的服务不好，是因为我的长相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给您搁门口了啊。您的外卖，保持微笑，保持微笑，嘿嘿。哎呦，别吃我，求求你了。您有一条新的点评。别的不是外卖，谁不经送骗来。没事吧，小姑娘？别叫叔叔，叫哥哥。话说，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啊？我是电玩店的老板，靠调高打拳击的难度赚了不少。直到那一天，是满分呢。老板，你没难度啊？抱歉，没控制好力度。帅哥，要不要试一拳啊？奖品很丰厚哦。你还搞什么？白毛、粉毛，还有这个光头，一定要小心带有这些特征的家伙。爷爷，我们玩那个吧。哎呀，打拳击呀、啊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嘛。光头，不好意思啊，机器坏了，玩不了。好可惜啊，小丸子。好险！哎呦，这儿有打拳机啊！嗯，小英，我们玩那个吧。小鬼头，这个安全。嘿，靓仔，要不要挑战打拳机啊？奖品很丰厚哟。看起来不错啊，要不要试试？这小孩玩的东西，我可不会让你哦。五天，来吧。你是不是买不起啊？上吧，狗头们。上上上，狗咬他们。哎呀。出去玩。没空没空，忙着呢。嚣张什么呀，我还没认真呢。你好，您的外卖，有没有人啊？谢了。什么态度，记得给个好评啊。回来了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去，就你了，看我炸翻全场。喂，您好，首额贷款了解一下。没空了解，烦死了。颤抖吧，沙子们！再给你最后一击，就不能让我好好玩个游戏吗？喂，我说了别烦我，忙着呢，听不懂吗？召唤天雷！哟吼，漂亮！什么情况？哎，本王还没打够呢，你们跑什么？水开！爆炎！
是玩不起。欺负几个小娃娃也不害臊。我来给你们画几个外援。夫人，我掩护，你快走。大王加油哦，么么哒。闪得真快。想开溜啊，给我扫干净了，不然哪儿也别想去。我太难了。上美影动画车间将在六一直播黑猫警长和其他经典动画，小伙伴们不要错过哟。小魔王，来玩看影子猜人呗。猜中有什么奖励吗？要是猜中就亲你一下。不玩，没意思。开个玩笑还当真了。第一题，这是谁？这个呀，这个一看就是海绵宝宝啊。是蜘蛛侠。好，继续继续。这又是谁？派大星。答错了，是魔人布欧。
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题目吗？喂，我画的有问题吗？画的很棒，请出下一题。这个又是谁呢？哆啦 A 梦。不对，是雪柔柔。这倒有合理啊。这是谁？我知道这个，加油的大妈。不对，是奥特曼。哈，这个呢？路飞。樱桃小丸子都不认识啊。我。那这个呢？铁棒老子来了也是皮卡丘，是拿手机自拍的，大魔王啦，全部拿了。这都什么鬼啊？